Hello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那么呢，今天呢，给大家展示一下 TU6 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改动。你可以看到这个战队房间后面多了一个新的房间，对不对？虽然说还不知道目前这个房间有什么作用，不过呢，正式服更新了之后就知道了。那么呢，接下来是新版的校准战可以变废为宝。你可以看到这个红黄蓝属性可以随意切换了，我可以把这个红色的属性呢洗成技能加速，这样的话，毕业的双环元素包就是这么出来的啦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啊！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改动。那么呢，接下来呢，由于 TU6 改动的东西太多了，然后后面我就不解说了，我就以图文的形式啊，给大家看一下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改动。